大家好，从这一节开始呢，我们将正式进入面向对象的学习。这节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面向对象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点。首先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所谓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呢，就是把面向对象的一些思想应用到我们平时的软件开发中，并指导我们开发和维护软件。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的思路是相似的。自然界中一个复杂的事物总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比如一辆汽车是由发动机、底盘、车身和轮子等部件组成的。当人们生产汽车的时候，并不是说先设计和制造发动机，然后再设计和制造底盘，最后再设计和制造车身和轮子，而是分别设计和制造这些零件，最后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在组装的时候呢，它们各个零件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互相配合。协调工作，这就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思路。为了进一步的说明问题呢，下面呢，我们先来讨论几个概念。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对象。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看成一个对象，我们的世界就是由成千上万个对象组成的。对象呢，可以是自然物体，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呀、房子呀等等，也可以是一种组织结构，班级。连队也可以是一篇文章、一个图形、一个计划等等，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对象。对象呢，可大可小，我们可以把一个学校看成是一个对象，也可以把一个班级看成一个对象。一个学生呢，也可以被认为一个对象。对象呢，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单位。在实际的生活中呢，人们都是在不同的对象中活动的。任何一个对象都具有两个要素，一是属性，第二个是行为。能够根据外界给的信息进行相应的操作。对象是由一组属性和一组行为构成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采用了人们所熟悉的这种思路。使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设计一个复杂的软件系统时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确定系统中是由哪些对象来组成的，然后再考虑我们如何设计这些对象。在 CSS 中呢，每个对象都是由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这两部分组成的。我们可以对一个对象进行封装处理，把它们的一部分属性和功能对外界隐藏。使用对象的人是完全不必知道对象内部的实现细节的，只需要了解其外部的功能就可以对对象进行使用。对象呢是由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组成的封装体。所谓的面向对象呢，就是基于对象的概念，以对象为中心，类和继承为构造机制，开发出相应的软件系统。第二个概念呢是封装以及隐藏，我们可以对一个对象进行封装处理，把它的一部分功能和属性对外界屏蔽。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一辆车的时候，对车内部一些机器构造、机器的部件我们是不熟悉的，通过车提供我们的一些接口，比如说方向盘呀、油门呀、刹车呀，来对车进行控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是不必了解车的内部是如何构造，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只需要知道怎么去使用方向盘，怎么去使用油门刹车就可以了。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大大降低了人们操作对象的复杂程度。使用对象的人呢是完全不必知道对象内部的具体细节的，只需要了解其外部提供的一些功能就可以非常自如的操作对象。我们在设计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也要周密的考虑如何进行封装，应该把不必要让外界知道的一些信息隐藏起来，比如说。把对象的内部实现和外部行为分隔开来，人们在外部进行控制，而具体的操作细节在内部实现，对外界来说是透明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封装性。所谓的封装性呢，是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呢，是将有关的数据和操作代码封装在一个对象中，形成一个基本的单位。第二个含义呢，是将对象中的某些部分对外隐藏其内部的细节，只留下了少量的接口，以便与外界联系。这种对外界隐蔽的做法称为信息隐藏，信息隐藏有利于数据安全，可以防止无关的人了解和修改数据。第三个概念呢是抽象，我们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经常会用到抽象这个名词，就例如人就是一种抽象，因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人，比如张三、李四呀、王五呀，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具体的人，而不能看到抽象的人。抽象的过程呢，就是将有关事物的共性归纳集中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把凡是具有轮子呀、可以滚动前进的工具都称为车子。
把其中用汽油发动机驱动的车子呢，图像为汽车。抽象的作用呢，是表示同一类事物的本质。在 CIA 中呢，类就是一种抽象类是对对象的抽象，而对象则是类的特例，或者说是类的具体表现形式。下一个概念呢是继承与重用。汽车工厂在生产一辆新车的时候，一般是不会说从头开始设计的，一般都是某一型号的汽车为基础，再增加一些功能，来研究最新型号的汽车，这样呢可以提高生产率。在软件开发中呢，如果我们比较需要设计一个类，但是呢这个类与我们以前设计的一个类的内容基本相同，或者说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属性和行为，这样的话完全不必要再从头设计一个新的类，而只需要在以前的类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就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继承的机制。利用继承呢，我们可以简化程序设计的步骤。CIA 提供了继承机制，采用继承的方法，可以很方便的利用一个已有的类建立一个新的类。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重用软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大大节省了我们的编程的工作量，也很好的体现了软件重用的思想。另外呢，我们不仅可以利用以前写的一些类，另外也可以使用别人念的类，可以对这些类进行适当的加工，大大缩短了软件开发的周期，对于我们开发大型软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概念是多态性，比如说我们几个相似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对象，当我们向他们发出同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具有不同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就是多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学校里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不同年级的学生会走进他们自己的教室，而不会走进同一个教室，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多态的行为。在 CIA 中呢，多态是指由继承产生的相关不同的类，对同一消息会做出不同的响应。多态呢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增加程序的灵活性。基本的概念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进行传统的面向过程程序设计的时候呢，一般是围绕功能来进行编程的。我们用一个函数可以实现一个功能，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公用的。一个函数可以使用任何一组数据，一组数据呢又可以被多个函数来使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每一个细节，什么时候应该对什么数据进行操作。当程序规模很大，数据很多，或者操作种类比较繁多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感到难以应付。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呢，则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思路，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对象，实际上每一组数据都是有特定的用途的，是某种操作的对象。比如说，一组操作调用一组数据，数据核对数据的操作分装成了一个对象，与外界相对分隔。把数据和有关操作分装成一个对象呢，就好比在工厂中，我们把材料、机器和工人承包给车间，厂长呢只需要向车间下达命令，比如说一个车间生产10台发动机，那这个时候车间就会运作起来，它会命令工人在机器上完成一些操作，将原材料变成产品。我们在进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时候，需要进行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设计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类和对象，比如说我们要决定要把哪些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不能在一起。第二个是呢，我们要考虑对象之间是如何进行交互，如何发送消息来完成所需的任务的。每个对象呢，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如果每个对象的任务都完成的话，那么整体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说，对于一个大型的程序来说，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能够大大降低程序设计复杂度，减少我们出错的机会。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呢是面向对象分析，英文名是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简称 OA。在这个时候呢，系统分析员要和用户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对用户的需求做出一些精确的分析和明确的描述。他会从宏观的角度来概括出系统应该做什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是按照面向对象的概念和方法，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识别出、归纳出有关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些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对象呢，用类来表示。OA 结束之后呢，会建立一个能反映真实工作情况的需求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呢是比较粗略的，在经过面向对象分析之后呢，我们会进入面向对象的设计。面向对象的设计呢，英文是 Object Oriented Design，缩写为 OD。在这个阶段呢，会根据面向对象分析阶段形成的需求模型对每一部分分别进行具体的设计。首先呢是进行类的设计，
类的设计呢，可能会包含很多个层次。在进行类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是并不涉及某一种具体的编程语言的，而是使用一种更通用的描述工具，一般都使用 UML。UML 呢是一种通用的建模语言，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最后一个阶段呢，就进入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英文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缩写为 OP。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些结果，使用一种编程语言来把它实现。当然了，这编程语言应该是面向对象的语言，比如说 C 加加、Java、C Sharp 等等，类似 C 加加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实现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础。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 C 加加程序一定是由许多类来组成的，可以说类是 C 加加的灵魂。如果不真正掌握类，就不能说是真正掌握 C 加加。C 加加支持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同时也支持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我们在前面也简单介绍了 C 加加在面向过程中的一些知识点。基于对象呢，就是基于类，与面向过程的程序不同。基于对象的程序呢，是以类和对象为基础，程序的操作都是围绕对象来进行的。在此基础之上，利用了继承机制和多态性，就成为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所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对象，所有的数据呢，是分别属于不同的对象。面向过程的程序中的数据呢，是公用的，或者说是共享的。在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中，人们常常将程序描述为算法和数据结构的集合。算法和数据结构它们是互相独立、分开来设计的。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算法和数据结构是互相紧密联系、不可分的，应当以一个算法对应一组数据结构，而不宜提倡一个算法对应多组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呢，就是把一个算法和一组数据分装在一个对象中，因此呢，可以把对象看作是数据和对数据操作的集合。而程序呢，就是由很多个对象来组成的，它们之间通过消息来进行交互。类是 C 加加的灵魂，下一节呢，我们将会介绍如何构建自己的类。